晨曦甘露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创世纪第26章。我的讲题是挖井牵浪的以撒。在这个章节的里面一共有35节，那第一节到第11节的描述呢，就是讲到以撒当时啊，他正经历了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的饥荒。以撒呢就下到基拉尔，因为他欺瞒了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说他的妻子利百加是他的妹子，这样的一个欺谎几乎危害了他们在那地的生命的生死存亡。此时此景是不是非常耳熟能详呢？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多年以前也同样经历过。但是神向以撒宣言，他说他必与他同在，赐福于他和他的后裔，正如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一样。因为这个约，神拯救了以撒一家免于王的定罪。今天我想要注重的是以撒挖井被夺的态度，那是在创世纪第26章12节到33节。因为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的经文，所以呢，我直接的就是在这个12节到22节的里面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那在这个章节的这一段的章节的里面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与人为和好和平，而且愿意在相争的事情上懂得怎么样的谦让。亚伯兰曾经对罗德说，你我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不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说过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话，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纵观今日我们的社会的里面，纷争仇恨记恨恼怒结党都在我们的面前屡见不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吃哑巴亏，对吗？谁都希望我们自己都能够占到最好的资源，但是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基督徒在生活在这种的社会竞争的状态里面也是不可以幸免的。在商场上，有人或许会问你，你的共赢之处在哪里？你的成功之道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商业机密，是我们不可奉告的。我们致富的缘由当然不能够轻易的这样的向别人来透露，不是吗？但是我有一位友人，他呢在他开始种植的过程的当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他在失败的当中的时候，他向很多的人来询问其中的缘由和他失败的地点、失败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他得不到真正的答案。就有那么的一次呢，他见证说，有一次他在网上无意中认识了一位对种植很有经验的友族，记得哦，是友族。这位友族呢跟他非亲非故，而且他们从来不认识，但是他却无私地教导他很多种植不易为人知的技巧，不但是教导，而且常常督导他，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彼此地来探讨一些问题的根源。从不认识的一位陌生友族到以后成为他的恩友，这突破了就有很多因为不同种族而保留传承教授的界限。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心胸是如何的呢？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亚伯拉罕不以人争，所以他告诉罗德说，你向左你向右，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以撒呢，他更了不起，他做了一个更好的榜样。因为亚伯拉罕的对象，不相争的对象是他自己的侄儿罗德，所以以撒比亚伯拉罕更高一层。他不但不是对自己人，而是对非利士人。他让步的对象是非利士人，他愿意把他的井被让出来，不是他本乡本族的人，甚至连朋友也不是。再说成为当时的敌人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个。那在以撒的年代，打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没有像现代一样有现代化这些勘测的仪器，
很多时候挖井挖了很深，可是却是没有水源的。这种的光景呢是非常司空见惯。中东地区有很多的沙漠，有很多的旷野，大风一吹，地势地形完全被改变，所以要找到一个水井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找到了就好像黄金一样的珍贵。腓力斯人间以上渐渐的昌大，他们日夜的兴盛，成了大富豪，有羊群，有牛群，又有许多的仆人，就开始嫉妒他。我们可以从第26章12节到16节里面看见，在这种的情况下，以撒竟然选择让步，离开了他们，而在基拉谷旁边呢，又在支搭帐篷。可是呢，腓力斯人的贪念使到他们不会放过以撒。当以撒从谷中挖井并打出活水来的时候，基拉尔的牧人又与以撒的牧人相争。19节到20节，你可以参考。在当时的风俗文化来说，挖井表明自己是有这块地的拥有权。我再说，如果你挖到一块井，一口井，对当时来说，你就是对这个地有拥有权。所以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挖井，他曾经挖过的井，圣经后来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都被腓力斯人塞住了。塞住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亚伯拉罕或者他的后裔继续成为这块土地的拥有者。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友善的挑衅行为，它可以引发一场这块土地的自主权的征战。起码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挖井的人和要和塞了你的井的人，或者夺你的井的人，必须要这样的严正交涉，好，或者就是坐下来好好的谈判。但是呢，以撒当时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相争，而且呢，他就选择离开那里，只是默默的给了这两口井两个名字。这名字也非常的有趣和还有很有意义。就代表了当时真正发生的事，那就是一个相争，另外一口井就叫做为敌。在这种相让的气度，他这种相让的气度啊，来自于以撒对神守约的神呢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因为神说，我会赐福给你，我会与你同在，我会赐福不但给你，也给你的后裔。所以我常常规劝别人说，你不要怕别人拿你的东西，你只要是一个挖井的高手，像以撒有一颗像他那样的心，谦让的心，你到哪里，你都不是问题。神必然继续，因为他与你有约，他会祝福你和你所到之地。我最近在过年的期间探访了一对年长的牧者，他们这对夫妇呢已经72岁了，那他们也牧会了差不多50多年。当时问及教会最近的光景如何，因为 MCO 过了，每个教会正在复苏的当中，回到实体的聚会，经济能力也慢慢的回来，人也慢慢的回来。但是我竟然听见老牧师呢，他气愤愤的说，他的羊都被抢了2/3。在他诉说的时候呢，顷刻之间我就看见师母呢老泪横虫，我真的很了解当时那种的心情，同时我也很无语，我不晓得怎么样的去安慰他们。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神知道你以前的劳苦牧养，放下他们吧，去寻找其他需要您的那些的羊群。是的，相争为敌其实是很令人伤心的事。因此呢，以撒离开了那两口井，又在附近呢挖了一口井。在他挖第三口井的时候，腓力斯人不再与这井相争了，所以以撒就给这个名字叫做宽广。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是的，当我们离开与人相争、与人为敌、与人相争、与人为敌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宽广。当我们的心被宽阔宽广的时候，我们就配得神赐福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在看顾并且在调整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与人相争、与人为敌的，我们的心真的装不下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而这些的祝福即使来的话，我们也很快的就会失去，因为我们不懂得谦让，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我们的神是谦让的神，给予的神，祝福的神。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不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生命记第八章第十八节。是的，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财货获财的能力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以撒深深的相信，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耶和华使他昌盛。如果不是神，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一无所有，空空的来，也会空空的去，对吗？我们侧身而来，我们有一天也会侧身而去。以撒知道，这并不是他的仆人运气好，或者他们非常的聪明，去到哪里总是能够打出水井来，更不是他有超群的才能和聪明，他只是单单的相信，只要我敬畏神，遵守神的旨意，神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来供应。我们今天可以向以撒来学习，不要把我们的眼光焦聚在资源的斗争上，或者在这世界的原则上来讨论谁是该得的，谁是不该得的，谁是应该坐上这个位分的，或者谁是不应该得坐在这个位分的，谁应该拿到更多，谁应该拿到更少，而是我们单单的来相信神，他的供应和带领。记得要常常以人为和，谦让，并且不与人相争。主耶稣教导我们，在第39节，马太福音5章39节到41节里面，他说，只要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以撒真的做出了，而且活出了耶稣所教导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罗马书12章19节到21节对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除了在第12节到22节的里面，我们学习这属灵的功课之外，我们可以在另外23节到33节的里面学习另外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守以神的契约，我们的神必看顾到底。以撒到底的确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他不但不被恶所胜，他反倒像罗马书所说的以善胜恶，就是以善报恶的意思。他的不争和退让并没有白费，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一个人，但是在人的愚昧，在神却是有聪慧的。神再一次的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并且重申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会因此与他立约，并和他的后代也因为这个约要得福。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很看重立约的神，他曾经用彩虹以挪亚立约，神更是亲自跟亚伯拉罕立约，要应许他是他和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地上的沙那么的多，而且国度要从他而出，君王也要从他而出，而这个君王就是我们知道的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很遗憾的就是，我们人常常看重不看重我们与神和与人的立约，不管是写在纸上的合同，或是以人的口头的约定，人最后呢，往往总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呢而毁约，或者是撒谎，或者是欺骗、隐瞒。包括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婚约，婚约呢是神与人人两个人在神当中立的约。我们在婚姻里面，就是让我们的神在婚约的当中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也是我们的立业者。在地上我们的婚姻呢，表明了我们在天上的婚约的关系，
当我们在婚约里面与对方立约的时候，我们要因为神在主里面为神爱惜、尊荣、保护我们的伴侣。但今天我们看见离婚率在基督徒的当中是居高位的。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7节说，你们的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一个人若有诚信，我们的约、口头的约定或者是文字的约定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是一个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我们答应了我们就要应允，而且要履行。我们要明白神喜悦，他也很重视契约的立定。不管是你与人或者与神之间的约定，我们都要知道，一旦成立了这个约定和誓约，我们就要尽力的去遵守。因为遵守契约就会带来神的祝福。我再说，如果你有任何的契约，你必须履行这个契约，甚至很小的向神说，主啊，如果这件事情成就，我愿意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当时没有想好你就立业，但是如果你不守业的话，你会失去了神很多的祝福。在以撒的生命中，非利士人的首领和军长主动来和以撒立业，因为他们看到了以撒是一个蒙耶和华赐福的人，所以他们不想受以撒的苦害。为了公平起见，他们也觉得他们不可以去伤害以撒，所以他们就主动来跟以撒立业。神警戒这些外邦人的领袖，让他们主动言和，或者他们可能是因为惧怕神的处罚，或者他们惧怕以后以撒越来越壮大的时候会欺压他们，所以他们先主动的来跟以撒立业。而以撒非常聪明的抓住了这个的机会，与他们定下了这和平之约。但是在第27节的里面，我觉得以撒用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在他立业之前，以撒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这句话使我们在当中可以学习，当我们与人立业的时候，我们必须先问清楚对方的来意，立业的意图是什么，立业的根基是什么。如果对方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品格有问题的，我们可能要很小心在我们的立业和我们的规条的里面。所以要认识到对方跟你有同样敬畏神的心，这样的立业才比较有保障。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太匆忙的与别人立业的话，反而会带来不敬虔的人找到机会来占我们的便宜、欺压甚至夺取，那时候我们就亏大损了。所以当以撒和这些的外邦人立业的时候，以撒刚刚送走了对方的首领，同样的一天，以撒的仆人就跑来报告了一个好消息给他，说我们得着水了。所以呢，以撒就给这口井起名叫示巴，因为那个城名叫别示巴，直到今日这个名字还存在。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第26章33节，这真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因为你刚刚立完了约的同一天，以撒又得了一口新的水井。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我们的好处真的没有一样是在神以外的。当我们看重以神以人的立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神不是在我们实在不是为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为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不是要得人的喜悦或者是奖赏，而是要得神的喜悦、得神的奖赏。因为我们的神，他会顾念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会祝福我们这些敬畏他、守业于他的人。在哥罗西书第3章23节到24节，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的学习的里面来知道，我们也是跟神有契约的。神与我们契约，这两个约的双方都必须要来遵守
这企业里面的任何的条件。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呢？我们守约吗？还是我们常常失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处的经文说，我们即使是守失约的，但是神仍然对我们很有恩典。我们的神看重我们跟他的立约，请我们在今年的里面思想我们跟神立了怎么样的约定。我们看重这个约定吗？不管是你约定了神今年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去回到教会，好好的去把真理施行在你的生活的当中，让他能够见证荣耀神。不管这些的约定是于神的或者是于人的，愿我们都能够尽力的去遵守。我们虽然有时候真的很软弱，并非我们都能够做到我们向神所立的约，也不可能每一次都遵守的非常完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信耶稣的原因，因为命令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我做不到，但是他却没有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赦免之恩。只有耶稣才能够，按着律法我们是死的，可是按着神的救赎，透过耶稣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得永生的生命和救恩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求告，求耶稣赐下圣灵给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没有错，圣经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虽然我们不够好，但我们尽量的照着主所许愿的要求命令努力的去做。重点就在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可以像以撒一样，成为一个谦让的人，挖深你的生命，像主耶稣的品格，更像耶稣的品格，挖深你的井，让你的井使你可以更有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挖深你的井，使你常常以人为善，以人为和，不可要相争，时时遵守神的契约，你将必被神看顾。愿神祝福他今天早上的话语的分享，神祝福你。